阿特几分？五十九分，两场，我们今天直接带阿特上大师去了。太爽了、啊！送你上去大师了，给你一个战神力。啊，还是得靠史丹利·凯利啊，强力上升。是得靠我啊！答应我，不要加70分，加70我再来找你。好好。成功送阿特上大师了，现在我们要马上也上大师了。开画，银角的潜力无穷啊！我觉得我是随便玩就上大师啊。最近双牌又比较收敛，什么意思？收税的部分啊，我会生气啊，我会生气，人家就会改变啊。跑过来收你税，你还不生气啊？你如果当个这么好的人，被打野冲过来把你炮车给收税了，你还不生气？那你就活该被人家霸凌啊！帅家啊，他妈人家做了你不喜欢的事情，你还有事情？操你妈，我都惨。我只是拿这件事情举例，很多事情都是。不管是你跟你的家人，还是你的公司同事，甚至是你的同学，很多时候人跟人相处都是这样。感觉这边对面的角色我看起来都不太爽哎、欸，这个肥猪他妈我看到他就不爽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我没有位移啦。他如果炸我，我会很麻烦；他如果把我炸出去，我就爆炸。顶级画师无情开画，我看到酒桶就会少一颗戒指，没事啊，就说了没有世界冠军戒指，还有 GP 啊冠军戒指啊，好不好？不是不知道他有没有透一层没留着啦，没有的话我这颗送他也可以啊。杰西啊，我是不是被 counter？ 哎、欸，我怎么带魔防啊？为什么没有带物防？杰西打我就跟纸糊一样，我18物防而已啊。超级可悲，就是不要对线啊，对线就对了，除非他一直想跨过去压你，你才会转他。像你也小，就没物防啊，所以显得痛了点。那我们推进能力还不错，不至于会被杰西压。不错，打野不错，其实不太缺魔哎、欸。那我一直洗，我只要保持用回魔，就跟 TF 一样，不会很缺啊，可以接受。不可以电刀流吗？不行，就是出全 AP 啊，他太吃 AP 系数了。无情战杀。万中选一的星角奇才，棒！哎，再一波我就可以买了，超爽！不买回，不买不买，直接买了。还想断我啊？结果被我偷钱，笑死！我们跟于这个画师呢，已经人机一体了。他的十个技能我们都倒背如流，已经不可能有任何的问题了。啊！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还行啊，下路虽然输 CS， 但是整体来说没输。不敢踩我陷阱。闪现没办法，好烂，还不躲我刀啊！精英水平的操作，跟精英水平的角色熟练度，看到了没？这就是游戏天才。这石头人蛮牛的，打狗头人都不会输，挺牛的。去啦，闪现！哭啊！交闪硬操！还好我没出叠书，没有下课的问题。认真问为什么不走，爽啊！我就想再多打一下。还是你觉得我是机器人？我随时随地都会做出预先设定好的最佳状态、最佳体能。我也是个凡夫俗子，我们追求的就是爽。我们是法师啊，所以不要继续带啊，我们转中比较好。法师就是随时都看看有没有团给打。衣服也准备啊，这很正常，没办法。
要爆仓啊！我纳米杀了，我就把纳米轰死。漫天飞雨。哇，队友送爽没？杰西要肥啦，刚刚被我压成智障，现在要起来啦。没事啊，我后期就很强，队友只要不要太坑，基本不会输。反正我自己是认为这支现在太强了，等大家都熟悉一点，这支一定被砍。我觉得太强了。啊，他解掉了吗？这帮怎么可能没中？不懂，混蛋，混蛋。咋啦？你耍废啊！又抓到你啦！第二次。你这枪打要输了，每次也一直在中路推，别人随便绕。伊芙琳十三个头，但我觉得他很烂，看很忙死了。八龙直接等于没吃啊！干嘛 TP 都没东西撞，看不懂啊，石头人，我们就把分内能做的事做一做啦。这边要演啊，这边要演，对不对？漫天飞雨，就伊芙琳十四个头，连续两波不开大，然后对面出一堆魔法，因为我们的 AD 是白痴，出个帽子，再出个法穿棒，可能才能赢了。对面开始有魔防了，如果推不进去就拿物件吧，打小团拿物件拿到赢为止啊。拉倒，我没拉倒。漫天飞雨。又啊，又一样问题啊，没有视野啊，他直接乱开、欸，他演员吗？还开玩笑啊，还是别玩了。巨肉酒桶太肥喽，等我这一根出来，我一样威猛啊！石头的后期太烂了，他就一个撞，而且没撞好就爆炸。这大绝绕干，大家一千滴耶，靠腰。全部轰烂。加一千，有了。只要我的魔穿棒棒出来，这局应该不会输，应该能吃。对面的魔防形同虚设，太猛了吧，统神！太猛了，一打拳都给你们玩就好啦。哎呀，什么水平，队友！扣腰了，扣腰了，再不扣腰要输了。九桶太猛了，输了。也可以拼啊，可以拼狙狙。
其他店的 CD， 不过没差。谢谢。谢谢斯皮达，一败难求，终究还是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顶级画师，后期有着无限的影响力。我大笔一挥，直接 carry， 直接逆转。我们把把都是顶级伤害啊，这只太猛了，伤害太高了。乱讲啊！凭什么说我？你跟我说你很少是不是啊？操你妈！王忠灿。